我们就要迎来最后一个大象，它的名字就是冰球。今天将是最后一次获得燃心值的机会，那就得拼了啊！我们组可支配燃心值是最少的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我们一定要抓住。 燃心值对最佳队员的评选很重要，我不能让我的队员们失望。龙哥俱乐部的燃心值目前是最多的，我一定要赢得更多的燃心值，争最强王者，赢得最后的胜利。我们先请各俱乐部选择冰球杆，拉吧。有了，走。